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老师将14个号码分配给14个学生了，这14个学生他的号码成等差，他的首项是五了，这14张号码的话他第一张的话呢是等于五了，那公差呢是 D，就第一张的话是等于五。然后再来就是12再加7、19，以此类推。好，那总共有什么呢？一直到什么呢？到 A14 啊，总共有14张。哦，那就 A1 嘛这个是 A1 是5加上 n 减一 d 是 3d 嘛，乘以7。这个呢，最后一个号码是几号呢？是。这个是91嘛，加上5等于96了。最后一张号码呢是96。好，那么他说，今在这个讲堂上有100个空盒子了，排成一列，它的号码由左到右是1到100。好，那每位学生呢拿一张牌，有14个学生拿一张牌，各拿一张牌。好，那么他怎么操作每位学生呢依以上步骤呢进行活动呢？就是说每一位学生的话，就是说从自己号码相同的盒子开始操作。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，他拿五号，他拿就是第一张嘛，就是。这个不能算五号了，就是有14张嘛，其中有一张是五，就他的那个号码牌上面写五，那我们就说五号好了，我写五嘛，那写五的话，他就站在什么呢？站在呢第五号的这个箱子上面，好，站在前面的话然后就看。看的话，看他那个是，如果是空的话，他就放一个球进去。那如果不是空的，他就把里面的球呢拿出来。依照这样操作了，一直操作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他是五号嘛，他就站在五号之前。然后如果一开始的话呢，是由他先放的话，他看到五号是空的。就把一个球放进去，然后呢，移到呢六号来，移到六号来的话，看到盒子又空的，再什么呢？再放一个进去。如果六号的盒子呢，它不是空的，他就把这个球给拿出来，那一直类推，然后呢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走到最后一个。如果里面是空的，你就放一颗进去；如果不是空的，就把那颗球给那个拿出来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什么呢？这100个空盒子里面的话，要么里面有一颗那个球，要么，是空盒子啊。因为如果有球的话，你看到有球要把它拿出来嘛，看到空的你要把它给丢一个球进去嘛。好，那就这样操作，操作呢到最后到最后的话14个人。每个人都做这样的操作，操作完以后，他问说呢，最后空盒子剩下几个了？好，我们现在来看我们假设如果了就是说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比如说这100号了，100号的话它会经过呢几个人的操作呢？会经过这14个人完全操作完，完全操作完的话。它里面呢，球数就是零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个放进去嘛，第一个放进去，第二个拿出来第三个放进去，第四个拿出来，要14个人完全操作完嘛。操作完的话，所以呢，第100个盒子，它里面的话呢就没有什么，就没有球了。那也就是说呢，会操作14次的话，有几个呢？有这个
这个什么呢？这个什么呢？这第十四个人，第十四个人的话哈，就说号码哈，拿到呢这个十四，也就是他是什么呢？他是九十六。哦，十四只牌子里面，最后一只是九十六号。九十六号的话，他就从什么呢？从这个九十六号哈开始什么呢？开始换。开始换的话，也就是说从九十六号哈到一百号，都会经过十四个人，都会经过十四个人操作。所以九十六号到一百号的话哈，他什么呢？他都会空，会是空盒子的。九十六到一百号都会是空盒子。然后的话哈，前面的，就是说第十三只哦，它有十四只号码嘛。第十三只的话你是多少？是五，就是减掉七啊，五加十三减一的话，十二乘以七嘛，就把这个减掉七，啊，九十六减七，那是多少？就是九，八十九，八十九。那也就是说八十九哈，八十九到什么呢？到这个九十五哈，这总共有七个箱子。他会经过几个人的操作呢？他会经过十三个人操作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第十四号的话，哈，就是说第十四号的话不会呢给他操作嘛。其他哈一到十三号都会对他做操作。那对他做操作的话，代表有十三个人操作嘛。十三个人操作的话，里面呢就会有一个球，就好像奇数。就是操作奇数次的话，就会留有一颗呢，这个什么这个球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的话哈，经过奇数操作的箱子呢有哪些哈？就是说，就每一组的话，它有七个了。哦，有七个呢，七个箱子是经过十三次操作的，也有呢，七个箱子哈是经过十一个操作的。也就是说哈，从什么呢？从一哦，第一张牌哈，第一张牌的话是从五号，从五号嘛，哦，从五号开始哦，第一那个怎么讲？就是说五号到什么呢？五号哈加上呢六，就等于十一啊。五到十一哈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经过一次的，因为其他人的话呢，至少都从什么呢？都从那个十二号嘛。所以五到十一号的话，哈，这七个箱子的话呢，只有一次操作，哦，只有一次操作了。所以的话呢，有一，然后三，哦，就是说这个嘛，这个是，就是 A 三的，哦。A3 然后呢7135 7一直到多少呢？到13。这总共几个呢？这个我们写成 2N 减1啊。那 2N 减1的话呢，那 N 等于多少？就 2N 等于14嘛。N 的话呢就等于呢 7， 这总共有7项，总共有7项。然后总共有七项的话，然后这每一项的话呢，代表有七个箱子嘛，所以是七乘以七，等于呢四十九。这四十九个箱子里面哈，每一个箱子都有什么呢？都有一颗球。那其他的就是空的了。所以呢，空的箱子有几个呢？就是一百减掉四十九，哦，一百哈。减掉四十九，一九减四的话是五嘛，所以有五十一个箱子哈，它是空箱子的，有四十个九个箱子呢，它里面都有一个球，所以答案是五十一了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C。